第二段的八个动作主要体现了孙氏太极拳和陈氏太极拳的风格特点，特别是头几个动作以孙氏太极拳的风格为主。孙氏太极拳是太极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流派，在动作表现上它常常表现为开合手的开合衔接，特别是在转身动作以后常常采取开手合手来过渡。开合手的掌型还是和杨氏太极拳的掌型一样，五指自然伸直分开，虎口撑圆，掌心相对，曲腕平行拉开，虎口拉到与肩同宽，然后再合拢啊。第二个特点呢，孙氏太极拳的转换简洁，特别是在转身的动作。如果我们说杨氏太极拳的转身常常要重心有明显的前弓后坐，比如转身重心移到左边来，移到右边去，再提腿，再转换180度。孙氏呢常常是用一种根部脚一拧过来，脚拧转过来，所以呢在转换上是比较简洁的。孙氏太极拳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步法灵活，迈步的时候还是像猫形轻起轻落，但是呢随着就是逢进必跟，逢退呢必收，所以它是进跟退撤，步子经常是这样大大大大啊，收步跟步这样呢。所以孙氏太极拳常常也被人们叫做活步太极拳，也有人呢把它叫做开合的太极拳，都是根据它的动作的内容特色啊来给它的一个别名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动作。如风四臂，这儿做了一个根部，也就是收脚根部成了一个孙氏的丁步步型。下边就是转身开合手，一后脚跟内转，上体转90度，同时呢左脚尖内扣，变成了一个两脚平行的小并步。如果再转回去的话，你看向右转，一个脚脚跟为轴，一个脚脚尖为轴，脚前掌为轴，手呢一脚跟内转，左脚尖内扣，同时两个手打开开手，二合手与头同宽，同时再把右脚跟再提起来。再看一遍转身开合手的动作，一二，这个动作就完了。在做孙氏的开合手的时候，腕部不要松软，不要一二或者是一二，孙氏太极拳的开合手应该永远保持在手心掌心相对的情况下，好像两个手掐住一个球，球膨胀，两手撑开，球软缩，两手随之内合。转身开合，一二，单边，一
右脚侧开稍偏后，两手翻转向前，二两手左右分开，步行是侧弓步，两掌与肩同高，手心转向外。所谓侧弓步的要领是两个脚基本上是平行或者略显八字，重心偏于一侧，左侧弓步右侧弓步。方向与中线略略成三十度的斜角，这个单边也是孙氏太极拳的单边动作，杨氏太极拳的单边，吴氏太极拳的单边，陈氏常常是一个手雕裸成勾手，那个是推掌，孙氏吴氏两个手都是掌。下面一个动作肘底锤，坐腿扣脚摆手，再坐回来抱手收脚，调掌摆脚上步，根部裸手擒腕握拳，虚步劈掌，步行和提手的动作一样，是虚步，脚跟着地，前脚只是右手放在肘侧下方，拳眼向上，左手半屈成弧侧立掌。手法的含义是挑接拨开抓裸劈掌，这个动作的重心的身体的转换过程当中是左移右移，还是体现了杨氏太极拳的风格。下边一个动作转身推掌，脚前脚撤回，前掌点地，一个脚跟一个脚掌为轴，身体左后转，搂推收脚根部。第二个转身推掌同样是后脚脚跟着地，前脚扣脚尖，身体向右后转，上步根部。你看这个动作非常清楚地显现了孙氏太极拳的风格，一个是转身简洁，一个是步法灵活，进跟退撤。这个动作也是孙氏的倒卷弓的动作，杨氏的直线倒卷弓，孙氏是转身走之字形的推掌后退，转身向斜后方迈步，再转身向斜后方迈步，转身向斜后方迈步，逐渐的向后移动，但是推掌的方向是正南正北，我们叫做斜进正打，斜进迈步向着西北，推掌向着正北，迈步向西南，推掌向正南。下面一个动作玉女穿梭，步法还是转身退步探掌，撤步后捋，从步法上来讲还是一个退收的过程，上步侧搭手，上步的方向是右斜前方，平匀手根部，坐腿继续向平匀向后
然后上步架推壤，方向45度左右，右前方。第二个，扣脚穿模，捋回来，侧搭手上步，左前方，平匀根部，坐腿平匀，左前方的架推掌，定式仍然是一个傲弓步，右手左脚在前，所以弓步的步幅要宽一点，重心要稳定一点，不要两个脚交叉上体歪扭。手法在过程当中的平匀，平匀的转换是无视太极拳的风格。定式还是要舒展，以阳式的大架子为主，步伐退撤进跟，通过分析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玉女穿梭的动作在手法上是吸收了阳式无式的特点，步伐上又表现了一定的孙氏太极拳的特点。下面一个动作是右左蹬脚，从左前方的推掌弓步继续扣脚穿掌，但是力源分开，不要平抹，力源分开，收脚合抱，蹬脚向右前方，再落脚斜前方落，穿分抱左前方，蹬脚两个蹬脚，力点在脚跟，是蹬踹，只不过太极拳呢不采取发力，脚尖要上勾，力点要准确。最后两个动作表现的主要侧重于陈氏太极拳的风格，第十七动叫严守红拳，蹬脚以后收脚下落而不点地，两手合在头前，二方掌下按，擦脚上步，三马步，两个手从两侧摆起来，然后再缩腰收胯含胸严守，第四转腰蹬腿发拳，发力是陈氏太极拳的一个明显的特点。如果说阳氏太极拳是均匀柔和的话，陈氏太极拳则是有刚有柔，有快有慢。严守红锤就是一个典型的动作，严守在身前合眼冲拳，发拳快速有力而要放松抖弹，身体腰腿和拳要合成一个整体，拳打出去要放松，不要僵硬。这个动作的名称实际上是说了这个动作的内容，这个叫掩手，两手合掩保护住自己，掩盖住自己。红锤一种解释是出手见红，红色的红，锤就是拳，还有一种解释是严守弓锤，弓骨曲臂由屈而伸，把拳打出去，所以也叫严守弓锤。我反过向来再做一遍，大家看，蹬脚向左前方，落脚不点地，两手合并，
擦脚上步，脚跟内侧擦地而出，两手翻转交叉按于当前，重心还在右腿，然后再变成马步分合延手，重心略偏于右腿，成为偏马步，胸要含，胯要缩，裆口要撑圆，两个胳膊要向外旋转拧裹，右拳停在左肘的内侧，两个拳心掌心都向上，腰微微向右转，然后转腰蹬腿发力，弓步的方向与左蹬脚一致，冲拳的方向和右蹬脚的方向一致，后手扣在你的腹部的左侧，眼手碰锤。下面一个动作叫做饮马分鬃，第一动悬臂转腰缠绕，向右缠绕，三，两掌由右向左折叠，突然停止。缠绕和折叠是陈氏太极拳的很明显的技术特点。所谓缠绕呢，腰的明显的旋转，以腰带臂，手的明显的拧裹，膝部的腿和膝的明显的旋绕，整个动作给人一种好像拧麻花一样，腰要超前领着手，手向左摆的时候腰又向右，在同时臂也旋拧。杨氏太极拳呢，以腰带臂，时间差没有那么大，比较平稳柔和。我们做一个形象的比方，如果把杨氏太极拳比作探戈舞，比作华尔兹舞的话，那么陈氏太极拳就更接近于 disco。 一二三四五，裸手提脚，六，弓步穿靠。第二个饮马分鬃，突腕上提，转腰，旋腕旋臂，提脚上步。饮马分鬃的攻防含义是靠裸手翻手，把对方的胳膊向侧一拉，裸住他，另外一只手伸到他的，穿到他的腋下胳膊底下，同时提脚上步，然后用肩撞靠他，穿靠，靠是太极拳的八法之一，踩裂肘靠的靠，用肩大臂肘去挤靠对方，以后我们还会遇到这种手法。好，第二段我们就讲这些。